诸神之战开局呢，我们的职业是抹除者，我们先在食堂转一圈，随机挑出一个倒霉蛋抹除他的职业。就是现在，刚刚那一堆人中呢，有人的职业被抹除了，他们应该还没有意识到。好，有人报告了，开局没多久呢就报告了，这么快吗？刀我被刀了啊，他还是我们的队友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不会是被警长或者是豺狼刀了吧？应该是这样的，大魔王说他是交换师，换了我们的职业，坏了，我们是内鬼啊。他说他要是没了，把我们给票出去。有可能他是连环交换师，可以交换任何人的身份，连环交换师就会传到下一个人的身上。如果他是连环交换师呢，我们岂不是从内鬼阵营中逃出来了？哎，可以看到呢，红石是市长，投了橘色。好的，我们果然成了连环交换师，还可以继续用这个技能啊，换下个人的职业。内鬼阵营肯定是不行了，开局就没了一个。我们还是投靠船员吧，就你了。我们交换了千秋的职业，看看他是什么职业啊。等会他们拍灯了，我们就把两个内鬼全部爆出来吧。我自由了， I'm free， 我免费了。哎，下一轮呢，我们就是个船员了。准备拍灯，哎呀，坏了，关灯了，感觉内鬼想要灭掉我们，堵住我们的嘴，赶紧逃跑。幸好有人报告了，这波内鬼要有我端了，果断把内鬼供出来，因为我们是船员了。不好意思，内鬼们，我被换出来了，现在我可是个好人。哎，正义呢终将战胜邪恶。投大魔王和 MOD， 他俩是两个内鬼。 MOD 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，问为什么要出他，因为我们被连环交换师给换出来了。这样的话就先出 MOD， 然后是大魔王，他现在是个抹除者。两个内鬼都无语了， MOD 让大魔王刀我们，怎么还要带我们一起走啊？不管怎么样呢，我现在已经免费了，票 MOD， 内鬼要被一次性团灭了，我们直接投靠了船员阵营，这样就还剩豺狼阵营了，感觉这把稳了啊。 MOD 还是个清理者呢。好的，我们刀刀名字怎么是蓝的，难道我们换成了豺狼？但是我一看我的技能里并没有刀呀。好家伙，不是吧，我们居然交换出了一个跟班，我去，这下完蛋了，怎么千秋是个跟班呀？我刚从内鬼阵营里逃出来，本来想在船员阵营躺平，现在又进入了豺狼阵营，我真的太倒霉了，我太难了，我怎么又进来了？说好的船员呢，都是骗人的，这下完蛋了，感觉千秋要出卖我了。哎，就像我出卖内鬼一样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先把大魔王给出了。千秋问我们是不是把他给换了，他说豺狼阵营也可以拜拜了。我立马狡辩说还没换呢，他说他现在是交换师。然后大家就问千秋原来是什么职业，他说他是跟班。刀刀现在才意识到呢，自己的跟班被交换出来了，希望等会他能面刀千秋，堵住他的嘴啊，不然我们俩都没了，我们的下场就是现在内鬼的下场啊，只能看刀刀了，我们手上也没有刀，没有办法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这么多的船员居然能换出一个跟班，我要是换出一个豺狼还可以面刀一下传个火，这下尴尬了。刀刀啊，赶紧把千秋给刀了，你跑再远也没有用了，他已经知道谁是跟班和豺狼了。哎，内鬼不搞破坏看起来也没有机会下手了，等会千秋可能直接拍灯了。这波啊，这波船员的胜利全靠市长了，凭一己之力糟蹋了两个阵营，早知道我这么倒霉呢，就去换一个市长了，下次一定。这轮我们要当太空人了。千秋说他换了红石啊，他换的是市长呀。那刀刀说为什么他成船员了，问是不是被抹除了。千秋说你装啥装呀，你是豺狼好吧，市长是跟班。剑武说先把交换师给出了吧，这轮我们还可以缓一波。好，换票师把红石给换出去了，显然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自顾自的投了我们，被换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如果刚刚他投了千秋还能平票呢，找个机会再换一次就能活下来了。哎，这一轮呢，连环交换师把两个阵营都灭了，连自己都没有保住呀。所以下次玩到这个职业呢，千万不要提前暴露了自己换了谁。就因为大魔呢一句换了社长，整个游戏变成了开会模拟器，全程都在不停的开会呀。哎，因为我们是跟班的，这轮就该出我们了。多说无益，再见了，刀刀，我先出去了，咱们太空见啊。我们就像 MOD 一样，气呼呼的，也希望刀刀把千秋给我刀了，替我们报仇啊。我现在已经完全理解 MOD 当时的心情了。内鬼终于破坏了，刀刀赶紧把千秋给刀了，只有这一次机会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。等会他又要拍灯把你给出了，不要幻想了。刀刀回头了，看他会不会下手啊。对对，赶紧把千秋刀了，也让他来太空见见我们，这样我们全员恶人都凑齐了。坏了，他们修好了反应堆，等会要回来了，赶紧下手啊。内鬼还把食堂大门给关了，他们都堵在了外面，我们都在等着看好戏呢。哎，刀刀你怎么追不上了，完了， BBQ 了，他们终于进来了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你俩还在这拉扯什么呢？啊，船员拍灯了，这轮刀刀无啦，鸡汤来喽。刀刀说已经传火了，你们考虑一下啊。这不是刀刀，我跟班都没了，你还传什么火呀？你搁这卡 bug 呢？最终的结局呢也毫无悬念，我们等待刀刀的时间呢也不是太长。终于我们红狼蓝狼一家人经历了六次开会，终于团聚了。果然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开局我们是邪恶的，结局还是邪恶的。千秋开局是好的，最终还是好的。
红石可能就是唯一的受害者了，开局市长，结尾中立呢被票出去了。